pesawat itu.牛肉猪肉，这个是牛肉三串十块。哦，那个是猪肉。这个是啊，sausage curry猪肉。sausage猪肉。啊，这个猪肉这个还有啦，这个没有啦，这个猪肉串。哦，有五百三十九块。然后这是。要吗？好吃吗？这个是泰国的。芒果糯米饭。 他给他们在第一组看个呢，这傻了，你录给我了。 Thank you.
这个卖船面啊，那云吞面，那云吞面，烧肉面啊，烧肉。我拉你，然后小明哥是吧？外面也是有，也是有泰国菜。这也是一排，这是卖松胆。Right, great. 是卖塔。晚饭。Mango stick right。这是螃蟹的。
在这里。I want a roti banana cheese. Okay.This one is spicy. Yeah, spicy, not spicy. One water. Hey, this one is what? Sour.
sour. Give me a not spicy and sour. Thank you. Thank you. Ice cream 在底下，它是 coconut ice cream 的，所以在泰国没有吃到 coconut ice cream， 那在槟城就可以吃到了。上次你去泰国没有吃到吗 ？coconut ice cream， 那今天也在这里槟城就可以吃到泰国的 coconut ice cream， 还有 sticky rice mango， 它说 mango 很特别的哦，你猜一下 mango 是不是很甜？ sticky rice 有两种啊，一种是板蛋，一个是普通的。这个一个是10块钱哦，一粒 coconut ice cream mango sticky rice 10块。 脆脆的罗迪蘸奶，它是 banana cheese， Roti banana cheese， 16块，快看啊，20号招牌啊，还挺有 cheese 的，那满满的 cheese。 20马币，可以说是蛮贵、蛮高价的。哎，在泰国一碗差不多是在东亚的应该是70磅到80到100磅里面啊，70泰铢到100泰铢左右。 买了两条香肠，一条是没有辣的，一条是咸的，一条5块钱哦，这个还 OK， 两条10块，现在马币比较跌，所以这两条还 OK。
这个就比较高价一点，20块马币。这个马币20块来说，差不多是泰国的150多泰铢左右，150多泰铢。真的很辣。